即係參加《中國好聲音》個節目，好似同主辦方有啲意見咧，你有冇留意？啊，我好像有聽說，而且好像上了熱搜好幾天。我覺得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呢，除了有舞台上的魅力，也有舞台下的效果。那如果都是一张白纸，没有很大的投入，我相信就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回响。这是他非常真的性情，他是衷心的希望他的学员做得好，表现得好。当他们真的有达标，他也会跟他们争一口气的。我觉得他这样说，我也觉得他做这个学员呢，他们真的很幸运，对。咁而家情況係咪即係去到不和嘅地步？我沒聽說他們有不和啊。我也相信節目組雙方都是會理解大家的，因為作為一個老師，都是希望他們學員走得遠，做得好。那主辦單位也希望每一個參賽者都有應當的結果。那我相信大家會協調得很好的。